哦，早上好，各位，我叫哲毅，是一个不良高中生，而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因为我迎来了期末考试。众所周知，考试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，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迷惑行为。我就纳了闷了，发明考试的人究竟是何居心？因为他不仅会再一次提醒我是个废物，从而狠狠地打击我的自尊心，有时候还会短暂性地破坏我的家庭和睦，真是太讨厌了。狐狸兔婿们，把该数钱的东西都数落，下面咱们开始考试了哦。哎，虽然很不愿意，但又到了我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哟西，写完了。糟了，写太快了，这剩下的一个多小时我咋过呀？同学们，这次考试里试卷上的题基本上老师都讲过，一点儿都不难，大家认真做，争取拿个好成绩啊！谁他妈都讲过，这卷子明明很难，好吗？啊，好险啊！完了，我刚写了这么几道题，这次时间上可能有点不够啊。哎，今天外边天气不错哎。太好了，就剩下最后一大题了，时间还剩下10分钟，抓紧点，应该还来得及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, 同学们，时间到了，都别写了，赶紧把卷子交上来吧。还有，哲毅，下课了，办公室。刚才你个课堂上的表演还挺精彩呀，一会儿等等腿伸个懒腰，你要想躺回家躺不中吗？躺累了，然后再勾着个头看看窗外，那我都稀罕死了，那后堂上怎么能洗你嘞？是有漂亮的女人还是咋了我？老师，我那不是因为卷子写完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说你的卷子？一说我都来气。闭着个眼睛随便往大地看上吐吐卷子，听那叫写完了，大题怕是一道都没看吧？谁说的？老师，你看我卷子，我大地全写上了。真的假的呀？不妨让我瞅瞅啊。几个人太阳大西边出来了，竟然一道都没空。再让我看看你的卷子。你是作死了吧你小伙子，全学校就你刁弄是不是？你要是想学画画，下课了个白纸上使劲画，你就算是画奥特曼大战植物和僵尸我都不拦你。哎，老师，你也玩过那个游戏啊？芭比 bubble。 喂，你那个腿，你要是实在不会呢，随便蒙蒙就该会了吧。你说全蒙 A 或者全蒙 B 或者 CD 它不香哦，咋样也能得个选择题的1/4的分吧。你就这乱涂，我就算是把大的卡扔地上随便踩两脚都比你考的多，你信不信？老师，你卷子改都没改，你怎么知道我拿不到1/4的分啊？你还且不服了是吧？那中，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你卷子改了，你好好看看到底有没有全蒙一个选项考的高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这哈哈，没想到吧，一直以来你都被我骗了，其实我是个超级学霸，我隐藏至今都是为了学校金木奖的奖学金，而这次期末考试我成绩从年级倒数一下金木成了年级正数，老子要发财了。哈哈，果然如我所料，你没想到吧，其实我早就发现你是个学霸了，于是我在这次考试前就跟学校领导打好了招呼，如果你这次真的拿了奖学金就果断取消，傻了吧。哈哈，既然你都已经从背后捅了我一刀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我才不是什么超级学霸，这次考试我之所以考得这么好，是因为老子拿手机搜的，考试的时候我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用手机作弊，你都没发现，你也太垃圾了吧。哈哈，天晴了雨停了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赢了？太天真了小伙子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提前跟学校打好招呼，但是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部都录下来了，这次你的奖学金才是真正的泡汤了。哈哈，你他妈给老子等着。大哥，老师刚才叫你干什么了呀？没什么，只是在办公室上演了一出豆瓣9.9还得要 VIP 才能看的大戏而已。妈的，气死老子了！大哥，别生气了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上网吧。哎，改天再说吧，今天老子打游戏的心情都没了。哎，那好吧，本来我还打算让你玩中单亚索，玩打野石头人的，看来今天我只能自己打游戏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本来我还打算让你玩中单亚索，玩石头人的，不是这句，上一句。我们去上网吧，走啊，赶紧的呀，去晚了没位置了。大哥，你刚才不是说今天心情不好吗？啊，心情怎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怎么能让兄弟自己打游戏啊，多孤独啊，是不是？大哥你真好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哈萨克呀，哈萨克呀，通列克通通，看什么看？今天老子心情不好，你要是感觉你发型好丑啊。